家，今天是礼拜天，然后因为平常就是假日的时候都是离开首尔去比较，比如说京畿道那些地方，就是过周末嘛。那我想说这礼拜今天就是想要自己去首尔一日旅游，然后顺便看看一个人可以去哪些地方啊，然后我一天可以花多少钱。那就跟我一起去过我的一天吧。然后我今天穿着这蓝色衬衫，蓝色牛仔裤。然后我今天眼妆是用我朋友送我的眼影盘，我觉得超美，然后唇釉也超级好看，就一起出发吧。天气不是说很好，现在来就是独舞，那个字其实我不知道怎么念的，是叫独岛吗？然后上次影片好像有拍过，先来就是另外一侧买东西，带去汉江吃。今天天气真的很不好哎，希望等一下不要下雨。饭卷跟咖啡，准备去汉江旁边发呆。这脚踏车也太小了吧！第一次看这是什么？好，今天人没有说非常多哎，就还好。我的虾卷，风太大了，现在来另外一边，是可以看到乐天塔的。真的觉得我要热死了。原来拍得到乐天塔，很多人会租这个去野餐。我要去租脚踏车，
吃什么呢？今天好累。